没有写家。卷饼耶、欸。不好意思，讲的不太清楚，因为他把它放在那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新沙。那是猫的。创意市集啊，杨月佩最喜欢买这种看起来丑丑的帽子。让老板听的。你妈妈看一下。对，会闪的就在那里。可以看看吗？布灯笼啊，晚上会怎么样的？一般的衣服帽，那个那样式的蛮好的，就可以让它搬。然后还可以全部看到。我贝贝啊，要放过他了。